特別新聞報導，據可靠情報，近日發現大批市民因瘋狂睇片、打機、捱夜、連月摧殘而搞到有黑眼圈、眼紋、眼袋、淚溝的問題。小編介紹大家做一個凹肉包去眼袋療程，疏通微循環，去除水腫和毒素，刺激膠原增生。完成療程後，治療師更會為你敷上獨有的舒緩面膜，做完之後睇到眼部的皮膚明顯收緊了，眼袋小了很多。各位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去下面的link登記。